你曾经去过蓝屿吗？如果闭上眼睛，在你心底浮现的那座岛屿又该是什么样子呢？对于岩水龙而言，蓝屿是艺术的缪斯与理想的乐土，同时也牵系着他深切的现实关怀。这个出生于日治时代初期的艺术家，他曾经在东京念书，后来又远赴巴黎游学。他是个优秀的画家，也是个杰出的广告人。他设计了台湾第一个企业识别系统，以及台北市中心的一条重要道路。他创造了许多默默存在于生活周遭的马赛克壁画。岩水龙曾经以种种不同的方法，企图将美学带进公众，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而改造这个世界。而在蓝屿，岩水龙也尝试以他那双制造艺术的手，实践一切的理想与热情。1970年代，岩水龙再度造访他阔别已久的蓝屿，并以这里的人和景物为主题，创造了许多经典画作。与此同时，他却蓦然发现，小岛上的自然景观正在遭受外力的破坏。1982年，蓝屿的核废料储存厂更是在政府的强势作为底下开始运作。而在蓝屿的核废料议题尚未掀起反对声浪的时候，岩水龙已默默在画室里完成了蓝屿所见，用一种属于画家的方式表达它的意义。这幅画涵括了岩水龙一系列蓝屿图像的主要题材，所传达的寓意却与其他作品迥然不同。在岩水龙的蓝屿风景画里，太阳通常是温暖而明亮的，和煦的阳光温柔抚摸着土地与海洋，在宁静的海面上洒成粼粼波光，给予人们无限的希望。但是在蓝屿所见当中，画面里的自然光却显得阴郁而暗淡，远方的夕阳已渐渐没入了海平线，预示着下一刻的黑暗来临。落日的余晖映照着波涛汹涌的海面，隐约传达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感觉。海岸边，一名岛务族男子背对着我们，面向远方，似乎也面对着蓝屿的未来。顺着他的视线遥望，或许你也会感受到同样的失落和迷茫。相对于远方的汪洋大海，画面左侧的两艘拼板舟则显得局促而窘迫。一向关注原住民工艺的岩水龙，时常以岛务族的拼板舟作为风景画的主角，但在这幅画里，拼板舟被搁置于角落，比例也被刻意缩小。面对海洋上的汹涌浪涛，这两艘小船似乎也象征着传统文化即将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岩水龙的艺术关怀当中，台湾的原住民是至为重要的主题，而蓝屿正是他创作一系列原住民图像的起点。早在1935年，这位年轻的画家就曾深入蓝屿，与岛上的人群近距离的接触互动，并仔细考察部落里的风俗习惯与日常图景。1970年代以后的蓝屿画作，岩水龙也热切地描绘岛务族人在日常生活与传统工艺里所展现出来的生命力。不过在蓝屿所见当中，人们的神情显然失去了往常的明朗与自信。前景中央，两名岛务族男子低垂着头，似乎找不到话语来表达他们心中的忧惧与惶惑。沙滩上，一个母亲默默哺育着怀中的婴儿，在她身旁的孩子以及角落里的小狗，似乎也感受到弥漫于四周围的沉重气氛，而显得茫然失措。在岩水龙的艺术生涯当中，蓝屿所见表达了罕见的现实批判，这幅寓意画里的故事与情绪都是如此直白。这是一个始终努力让艺术走进现实，对人群社会发挥影响力的画家。借由这些作品，岩水龙警醒我们重视弱势族群的处境，并且珍视自己的土地与环境。
当人类与大自然能够恢复往昔的和谐共处，或许画里的人们终将不再垂头丧气，孩童的纯真也会永远保留在人们的心中，而洒落在岛屿上的阳光也将永远灿烂。